我手上拿的呢，就是这两天大家讨论度很高，三星的最新旗舰机。这一次我手上拿的一样是最顶规的，是Samsung他们的 S23 Ultra 系列。这次 Ultra 一样有四个颜色，那我们画面左手边这一只是紫色，然后右手边这一只是黑色，其实还有白色啊，还有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